吉利不吉利？老大，这都晌午了，一辆飙车都没看见。再这么下去，兄弟们该饿了。当朝骠骑大将军送给户部尚书的生辰纲，怎么可能弄错时差？所有人听好了，今天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放心吧，老大。老大。你说，这自打老寨主去了之后，多久没见过这么大的活计了？哎，今天要是成功，呸！今天一定成功。哎，兄弟们回去，宰只猪，庆祝庆祝。您亲自下厨怎么样？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。既然如此，所有人不得轻举妄动，听我的指令，待我一声令下。 这辈子是难以报答了。你们老大托付给我，我保护不了他。哭，人家孟姜女能把长城护倒，护倒一个柴房不成问题。你有这个闲工夫，还不如好好想想，我们怎么可以逃出去啊？老大，咱们会不会死在这儿啊？咱们得罪的可是大将军啊！不会的啊。 我白云凤年纪轻轻又花容月貌，什么贱血的买卖没有做过，怎么可能交代在这种破地方？那一会儿要是有人提审咱们，咱们就给人家道个歉，服个软。我可不想被杀头，我怕疼。我爹以前是怎么教你的？全忘了？就这点阵仗，你吓成这样。 老大，我好饿呀！等回了寨子，我一定要吃顿好的。我想吃酱烧蹄膀、茄子焖饭、酥炸黄鱼，最好再配上一壶上好的黄酒。那还得有。 蒜泥铁锣、白切羊肉，<笑>将军，白沙寨的土匪均已落网了，都处理好了，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完毕了，现在就剩这两位主谋了。嗯，好，随我去会会这个白云峰。谁呀？谁呀？老天保佑！ 老天保佑！老天保佑！老天保佑！比想象中的好，真不错。死老头，要打便打，要杀便杀，有本事你先放了我们再说。大胆刁女，见了骠骑将军黄甫伯，竟敢如此无礼，还不大礼参拜？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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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。 姓黄的，今天落在你们手上，算我倒霉。我白云凤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的生辰纲是我下令让弟兄们接的，主意是我出的，命令是我下的，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罢了。所以你有什么事情就冲我来，不要为难我的弟兄。有点意思，有点胆量。白姑娘怕是对我们有所误会，我们此番前来。 不是要将你们问罪，
而是有要事相商。你一个当官的，跟我一个土匪头子，有什么好商量的呀？小儿皇甫耀，年纪弱冠，正值谈婚论嫁的年龄。若我欲聘白姑娘为小儿的夫人，算不算有事商量？啊！二公子，这是工部侍郎李大人派人递过来的帖子，不收。 二公子，非是小人多嘴，公子饱读诗书，将来定是要出朝入仕之人，为何不多结交些青年才俊呢？工部侍郎，此人结交目的不纯，我若是收了这帖子，岂不是让父亲为难？那是小人失察了。父亲可有回复？哦，小人正要告诉公子，老爷请公子前往偏厅一叙，大公子已经候在那里了。 兄长也在。父亲，兄长，可是有事找我？哦，还不是为着你的婚事，你那几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在京城广为流传，现如今你就是众大臣心目中最合适的孤爷人选，自己出尽了风头，害得父亲为此事整夜焦思。此事父亲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 父亲向来谨慎立身，为了不开罪任何一位臣子，便谎称我已与一位叫陆婉儿的女子有婚约在身。父亲不也已然找了一位没有户籍、无父无母且知之者甚少的女子吗？今日我去见了那女子，确实是冒充陆婉儿的绝佳人选。可她相貌丑陋，而且为人痴傻。若真迎娶了她，恐今后没法和离呀。婚事之事，全凭父亲安排。若此女子真的愿意嫁与我， 那便是我皇府家的恩人，二弟，月大人家的小女儿月清柔，可是同你一道长大的，你当真一点也不遗憾吗？月大人野心昭著，与其联姻，实非明智之举。况且我与清柔不过是兄妹之情，再无其他。木儿，嗯，你没跟元君说起吧？哎，她一个妇人，懂什么呀？ 如此便好，只是他的情况实在是委屈你了。儿子素来不把儿女私情放在心上，无论此人是貌美还是丑陋，聪颖还是愚钝，于我而言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你是不想让你的宝贝儿子娶一个又丑又蠢的女人。但是呢？ 你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，刚好碰巧我就落你手上了。又碰巧呢，我又生的那么花容月貌。碰巧我们做土匪的没有正经户籍，就是那么碰巧，所以你让我当你儿媳妇儿。嗯，正是如此。我白云凤从小土匪窝里出生长大，脑袋别裤腰上过活，居然还能麻雀变凤凰。 这种好事嘛，当然是……不走。你这个刁女竟敢戏弄我们！你怎么说话呢？谁戏弄你们了？这不是有伤有量的吗？白云凤，我可没在跟你商量，这是威胁，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该为你那些小兄弟们考虑考虑吧。白山寨已经破了，你所有的弟兄都在大牢里，他们的好与不好。 都在你一念之间。既然是威胁，那你还商量个屁啊！看来白沙寨的人，个个是吃硬不吃软。来人，属下在。这里有东坡肉、叫花鸡、烩肚丝、花椒醉花生，啊，还有羊肉明炉。答应婚事啊！ 马上用餐。老大，你就从了吧。那黄公子又有才，又好看，还有钱。就老大你这样的，这样的男人，大致都弄得找不见。姓黄的，索性你就杀了我吧。但是陈大碗是无辜的，你把他放了。知道了我皇府家的秘密。
你真的以为他能活着从这里走出去吗？嗯，你，老大救我，我不想死了。我答应你。这就对了嘛，啊！这个鸡肉有些柴了，如果把焯水的步骤改成蒸的，应该会改善不少。你们将军府的厨子也不过如此嘛。如此看来，白姑娘还精通厨艺。不是精通厨艺，我们老大的厨艺啊，世上无人能敌。哦，对了，你之前说的成亲的事情，我还有两个条件。白姑娘，请讲。你给我立个字据。第一，你必须善待我所有白沙寨的弟兄，等风波过去，你就把他们放了。其次，我也不可能一辈子交代在你们将军府。等时机成熟，你就让你家那小子给我写和离书，还我自由。好说。笔墨伺候，是。翠儿，你说我好看吗？小姐仙人之姿自然是美极了。那跟那个陆婉儿相比呢？那自然是小姐更胜一筹。小姐，不是翠儿多嘴，这京城仰慕小姐的青年才俊不知有多少，是皇甫公子没有这个福分罢了。既然皇甫公子已经成亲，小姐不如就放下吧。我自有办法让这个婚结不成。药哥哥，他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我们请新人共饮合卺酒，从此啊，长长久久。有酒啊，好啊，那就来。这都折腾一天了，我还什么都没吃呢，连水都不给我喝一口。你说这是成亲呢，还是盛行啊？夫人初来乍到，怕是不懂得京城的成亲习俗。这心腹啊，要等到洞房后才能用膳。那啥时候洞房啊？赶紧的呀，别磨磨蹭蹭。成，走，把这些都撤了吧。哎，大嫂，这，你又去哪儿啊？前厅还有一些宾客和亲友，晚些再回。这刚嫁入皇甫家第一天，就舍不得相公了。弟妹放心吧，二弟还能插翅膀跑了不成？谁舍不得他呀？药哥哥，药哥哥，这次婚事并非你本意，对吗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基于礼成，
那便是我皇甫要的妻。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我知道你从未有过什么婚约。这次婚事是皇甫伯伯逼你的，对吗？既然是被逼的，你可以反抗啊！我们皇甫家的家事，自然不能全部被外人知晓。可是，女眷们都在花厅用膳，月姑娘，不要再跟着了。月姑娘，静柔，等等，你衣袖脏了。多谢皇甫公子提醒。父亲，我正有事问你。何事啊？这心腹跟之前所描述的似乎不大一样。原来是此事啊。是这样。这有钱人家果真就是不一样啊，排场还真够大的。哇哦，这婚服里三层外三层的，闷得让人透不过气了，热得要死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心悸？不，我一定是太饿了。杀千刀的黄埔家居然都不给新娘子吃东西，我堂堂白沙寨寨主怎么可能饿死在这里？水都没有，腰瘦了。哎，老大，不能出来呀！干嘛？软禁心腹啊？你去给我找点吃的，水也行。我现在又饿又困还渴，就像中了蒙汗药似的。我也不知道哪儿水和吃的呀，哎，况且那假相公不是说，洞房的时候才能进食吗？我管他什么规矩，以后我就是这府中的少夫人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。哎呀，老大，咱的命还握咱老头手里呢，忍一忍啊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啊，忍一时，越想越气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大五儿，你别管了。将军府连口吃的都没有，想饿死我。水总有一口吧。
援军。相公，相公何事？这将军府的婚宴怎会如此拖沓？赵大厨说的那个什么梨花木，为何还不派人拿上来啊？这怪不到我，只因这……我不要听你解释。一炷香之内看不见梨花木，我唯你是问。哼！不是怎么的呢？我不亲自来，你是干啥啥不行吗？啊！鬼啊！你是何人呢？春府，你该不会是二少夫人吧？你有东西吃吗？回二少夫人，今日婚宴，老爷请了赵大厨表演梨香制猪肉，所有食材都被拿到前厅去了，现在只有前厅有能吃的东西。前厅，但是都是生的，生怕是不能。哎，二少夫人，你不能过去啊！起来、啊。帅府成亲是什么规矩？新媳妇儿居然可以到前厅了。都愣着干什么呀？把你们的碗筷拿过来，一起吃。这就是你娶的妻子，竟然敢在这种场合逞威风。哼，我觉得挺好啊。看你们父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不过连火锅都不知道是什么。陆儿，你喝多了是不是？大婚之日这里岂容你放肆？真聪明，你怎么知道我喝多了？虽然我就喝了一杯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有一种喝醉的感觉了。你，吃吧。这也不能叫我们这么多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吧，这也太有辱斯文了。可是这闻着好香啊。多吃点啊。二少夫人，你这道菜究竟是在哪里学的？我说出来你肯定不信。在来京城之前啊，我在巴蜀入伙入。我夫人不胜酒力，我先带她下去休息了。啊，走走走，岳大人，嗯，伉俪情深啊，甚好甚好。请坐，我们继续喝啊，来来来来来来。老大，这是相公。你还不出去吗？啊，相公，你真好看。你们家寨主为何会如此啊？以我经验看，这合金酒里可能是被下了蒙汗药。蒙汗药？寨主相公别担心，这点蒙汗药要不倒我们老大，只会让他有点心悸兴奋罢了。难怪，我就说嘛，他虽然出身草莽，倒也不至于此。只是。到底是何人？倪秀脏了。寨主相公，寨主相公，叫我的书童司仪来，问他要一碗醒酒汤。嗯，好嘞。药哥哥。药哥哥，青柔身体有些不适，还请药哥哥
扶我去偏房休息。天色已晚，今日的婚宴也已经结束了，想必稍后岳大人就能带你回府上休息了。况且，你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在此留宿，难免惹人非议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娶别的女人为妻？我都已经知道了，那个女子她是……慎爷。那至少今晚你可以陪我吗？我知道你们迟早是要和离的，我可以等你。今日是我的大婚之日，晚些自然是要回府上陪夫人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做过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黄福耀，我不知道是你，我忘记自己现在已经在将军府了。你这性子倒是改一改，将军府不比你白沙寨，这里处处戒备森严，不会有人偷袭。那你也得给我一点时间适应呀。我劝你啊，要求不要那么多，毕竟咱们是逢场作戏。哎，你带的好吃的。没想到嘛，你还挺体贴的。既然你知道是逢场作戏，那我们就立一立规矩，以后逢单我睡床，逢双你睡床，府上的地方你都可以随意出入。但是我在书房的时候，你没有钥匙，最好不要来打扰。还有一点，你既然已经嫁入了皇甫家，就应该守一守长幼尊卑的规矩，对兄嫂和父亲。你有完没完啊？你怎么跟那个媒婆似的叨叨叨？到底你是小媳妇儿还是我是小媳妇儿？我只是告诉你应该知道的事情。我应该知道的事情只有一件。做你的二少夫人每个月多少银子？陆婉儿，你难道我皇甫家还能短你吃穿不成？那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没事早点睡啊。今日服装，你睡床，我去外屋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跟小姑娘似的害羞啊？哦，你该不会是觉得我对你……我都没有不好意思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来，哎。我不喜欢身侧有人同情。再说我揍你啊！陆婉儿，我这个人优点不多，说话算话算一条。我劝你最好乖乖在这里给我睡觉，不要再给我讲一些三纲五常的大道理。陆婉儿，你老大，刚才有个，你从不从黄甫呀？穿的很好看的，从不从？然后我礼金不给你，说让你记账。记账？我？嗯哼。妖兽了啊！我这手拿刀行，拿笔不行。记账，还确实是一件你必须会做的事儿。嗨嗨嗨，你们继续吧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哎，大碗，你别走啊，你先告诉我怎么记。我教你。
老爷便离府去了军营，说军务繁忙，这几日都脱不开身，免了见心腹的礼节。武将之家本就不注重这些繁文缛节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世人都看得出老爷就是对公子的婚事不上心。公子，您天人之姿，人中龙凤，却要被迫娶一个女山贼，实在可气。那山贼头子昨晚没对你用抢吧？王府耀，你是人吗？昨晚折腾老娘半宿，最后连扶上床都不肯。好歹我们夫妻一场，这点情理都不讲。是习字习了半宿。还有我说过，我不喜欢身侧有人同寝。都成了婚的人了，那么害羞做什么？二少夫人，您既然已经嫁入将军府，就该改了这身草莽肥气，免得让人看出端倪，平添麻烦。我成日被困在这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，我能惹出什么麻烦啊？再说了，等结束了这桩买卖，我可是要回白沙寨的。要是没点匪气，怎么镇得住我那帮兄弟啊？你还要回白沙寨？怎么，你舍不得我啊？你放心好了，我白云凤，不是，我陆婉儿，绝对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。到时候把你带回寨子里，做个压寨夫人，让兄弟们好好敬着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的。你不知道白沙寨早已经清剿拆营，不复存在了吗？该死，你老头居然诓我！老大，人家只答应放兄弟们出来，没说不拆寨子呀。你臭小子，你站哪头啊你？那咱们怎么办呀？他能拆，我还不能重建了吗？等期限一到，我就和黄甫耀和离，回去重建白沙寨。就咱俩现在兜里都不足三文钱，怎么重建寨子呀？没事，差多少银子，我从黄甫耀身上赚。嗯，还是老大有办法。可是看黄甫耀那斯斯文文的样子，不能吓到他，还得投其所好。怎么个投其所好啊？文人嘛，都喜欢琴棋书画那一套。琴棋书画。相公，婉儿因仰慕相公容貌，特意为相公做了一幅画，希望相公会喜欢。刚刚那个是陆婉儿，二少夫人一定是听见了早上的话，开始往名门贵女的路子上走了。公子，快看看画。公子，他骂你是个王八。相公，上午的画作，相公迟迟没有回应，想必是并不喜欢。这次婉儿特意为相公学了一些字，写了首情诗，一字一句都是婉儿的心意。哎，别扔了，二公子，二少夫人想必是知道之前做的不对，这次才特意为了您苦心习字，您好歹也看一眼她的心意嘛。嗯，什么东西最般配？天上地下凑一对，王八绿豆看上眼，胜却人间无数倍。公子他又骂你。老大，不是说好了要讨好这黄甫耀吗？你怎么越来越不招人家待见了？是不是上次画的不太得体呀？什么不得体啊？那圆滚滚的多喜庆啊，你之前不也说挺可爱的吗？可这王八绿豆，那是说我们两个天造地设，天生一对儿。不能别瞎说。哎，
司仪等等，这好端端的饭菜怎么都被撤下来了？这都是二公子已经用过的饭菜。用过还剩这些啊？你们家公子这么不食人间烟火，是想成仙啊？府里的厨子之前是在军营做大锅饭的，二公子胃口向来金贵，自然是难以下咽了。既然口味不合，那怎么不跟府里的厨子提呢？说了有什么用？二公子啊，看似名满京城，风光无限，实则在这一武学立家的将军府里，根本毫无地位可言。他那个大哥黄甫牧也不管管。反正你以后最好安分点，别再搞那些实话，惹二公子生气了。我惹二公子生气？切！大王，啊，我想到赚钱的法子了。嗯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吃不惯府里厨子做的饭吗？以后我给你做。这世上我陆婉儿说自己做饭第二，还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呢。你身为将军府的二少夫人，整天待在后厨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妻子给自己相公做饭有什么好遭人笑话的？这不是刚好说明我们两个那什么鸟蝶情深吗？是间谍情深。怎么突然想给我做饭呢？我这不是看你都饿瘦了吗？你看这小孩都瘦成什么样了，哎呦，怪让人心疼的，衣服都穿不紧了。你在担心我？自家相公我不疼，谁疼啊？不过你也不能让我白干活，不是？以后呢，我给你下厨，保证你吃得饱饱的。你呢，就每个月付我个这个数的工钱就好了。50两银子？50两黄金。胡闹！是不是胡闹？你给我3天试用期啊！你吃过我做的东西就知道了。我就算是饿死，也坚决不吃一口你做的东西。黄福耀，我劝你话别说得太满，千事万事吃饭大事儿。哎，陆婉儿，你去哪儿？我之前是怎么交代你们的啊？那可是我千里迢迢从湖上那里买回来的宝马，须得配上城郊青山每日出生的碧草和精品高粱，还有上等药材一起制作饲料。如果马儿觉得不适口，当日就要换方子。来，你看看你们这些饲料，我的马才吃了几口啊！大公子恕罪，小人知错了，小人也是一时忙昏了头，忘记了改方子的事情，这就重新准备饲料，保证大公子的坐骑不会饿着。好一个将军府啊！一匹马的地位居然都比府里二公子还高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笑话你们皇府家没上没下，没有教养啊？陆婉儿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二公子的侍从可曾有跟你提过，府里的膳食重油重盐，二公子吃不惯。这嫁进将军府，真觉得自己变凤凰了，也不看自己什么身份。陆婉儿，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，出去。不，既然让我撞上了，我今天就非得搞清楚，为什么大哥的坐骑都可以用适口的饲料，而黄甫耀作为府上的二公子，居然被后厨如此怠慢。说什么对二弟怠慢，我和父亲平日在府上都是用的这个厨子，怎么难道二弟的身份还要比父亲更尊贵一些啊？都是一个厨子做出来的东西，我们吃得了，他却吃不得啊。大哥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我说的。这个女人，你哪儿这么大力气？你陆婉儿，我跟你没完。后厨吵吵闹闹的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，相公，还不去把那个疯女人给我抓起来，家法伺候。婉儿刚嫁入皇甫家没几天，这怕是不太好吧？连你也敢忤逆我了啊？妾身不敢。小石，快去把陆婉儿抓起来。她一个人怎么够？
多叫几个人来。哼！不好了，二公子，你快管管吧。怎么了？二少夫人不知做了什么，惹得大公子火冒三丈，现在正发动整个府里的侍卫围剿二少夫人呢。陆婉儿，有种你下来！有种你上来啊！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！兄长，二弟，这就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活生生一个疯婆娘，一言不合就上墙去，怎么都不肯下来。一言不合？可我怎么觉得，婉儿似乎是被别人逼上墙的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兄长，婉儿还是我将军府新入门的心腹，若是被外人知道，刚入门两天就被兄长和嫂嫂派侍卫给吓到墙上躲着，恐怕兄长和嫂嫂都要落下一个欺压弟妹的恶人名声。分明就是这个疯婆娘先搞的事情，她竟然……哎呀，相公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怎么敢跟大哥这种武将做斗争呢？相公，你一定要帮我讨回公道啊！相公，哎，你这疯婆娘，你不要大放厥词啊！你若婉儿说了什么不实之词，兄长为何不直接拆穿？她方才究竟说了什么？她不。他就是言语顶撞我了。婉儿到底是父亲为我指认的妻子，他若有什么不敬之处，我替他向兄长赔不是。看在父亲的面子上，放过他这次如何？是啊，相公，不如这次就原谅弟妹吧。她一个小门小户的，说话不得体，多训斥几次就好了，何必生这么大火气呢？今天暂且饶了你陆婉儿，你给我小心点，别让我抓着什么把柄。散散散。人都走了，还不下来？算你有良心，还知道过来帮我解围。小心！相公，别这副丧尸脸，我又没死。今天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救了我，现在躺在这儿的估计就是我了。所以我特意给你做了一些我家乡的特色小吃，嗯，您放心，这次我不收你的钱，这是我特意做来给你赔罪的。啊？嗯？你觉得我还能用手拿着吃吗？啊！啊！啊！怎么样？是不是好吃的都说不出话来了？没想到吧，我陆婉儿可是厨艺天下第一的。嗯，确实也是很难想到，我一个做山贼的居然能有如此之好。你怎么激动的脸都红了？没事没事，你慢慢吃，我再喂你啊。怎么了，二公子？怎么了？你给二公子吃什么了？我家乡的特色小吃。杏仁饼啊！二公子对杏仁过敏，吃了会死人的。什么？救命啊！二少夫人毒杀二公子了！毒杀你个头！